回来，我们呢再开始啊。刚刚同学问我一件事情，我这边怎么一下子有符号，一下没有符号，到底应该是怎么样？这一问之下，我也被他问倒了，我也忘了应该是怎么样了。OK， 那这个是 Postman Distribution 嘛，对不对？请大家回家查一下，你查大三的任务，查你们这个学期的统计力学。这个学期有没有修统计力学啊？有修的举手一下，有修的举手啊，才这么几个是吧？好，请放下。所以很多人没有修统计力学啊，哦，没有举手而已是吧？ OK OK， 对吧？统计力学怎么可以不修嘛，对不对？统计力学跟量力修完了，你就可以读固态 OK， 你就比较了解了。那像在大学呢，你就不需要修到量子力学，你就修热统计跟量物之后，你就可以修固态。那我们整个系都在研究材料啊，研究材料的你不能说你没有修过固态，对不对？好像呢，你要是请一个人来盖房子，结果他没有盖房子的执照，你敢不敢让他盖？当然你要很有信心，对不对？好，就让他盖了，垮了再说。OK， 那当然是另外一种做法。不过基本上呢，我们既然是学固态的人，做材料的人，我们应当要把这两个学完，再学固态。固态学完之后，你可以学更深的凝态，除非你是做那个比较软的东西，像易经，你可能要去修另外易经的物理，对不对？那这样子呢，你的这条路上就会走得比较顺。那以后去公司呢，到公司去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那你的优势就可以开始展开来。比如说你要是电机不懂，我们就去读一下电机的东西，材料不懂就去读一下材料的东西，那他们的东西啊都不难 OK 都不难，因为你知道 basic， 但是他们很会用哦，他们手很巧哦，头脑很灵活，所以你一读之后你就非常哇好棒啊，他们怎么可以把这么简单的东西，看起来一文不值的东西用得这么灵巧，那你马上你就懂了，你知道吗？那很快呢，别人不懂的地方只有你懂啊，你就脱颖而出。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物理系啊，各位读硕士班的好处就在这边。你们找工作为什么这么容易，比工学院容易 N 倍？为什么？就因为你们什么都可以做。但话又讲回来，什么都能做的意思就代表什么都不会，对不对？哈，所以呢，我们大家要加油一点 ，OK？ 你要把你实力打好。那以后呢，一发酵完成之后呢，就非常非常强 ，OK？ 好。我们从这边开始。这个部分呢，你们课本里面有一些例子，有关 Stark Effect 例子，但那个例子呢，我不想要讲。OK， 原因是因为。我想把他的精神讲完就好了。最主要的这个例子啊的一些东西，我要放在 time dependent 的这边讲。OK，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selection rule。OK， 常常我们要做这些东西啊，我们要运用我们的 perturbation。我们发觉真的是很辛苦，你知道吗？因为用 perturbation 的时候，你这样算起来啊，算了一大票。但是呢，有个好处是这样子：假设我们用 selection rule 啊，有些东西根本就算都不用算。比如说呢，我们之前做了很多 first order 的 perturbation 呢，它就是零啊，它能量根本就没有修正。啊，既然它已经是零了，我们能不能事先知道它是零，我们就不要再去算它了？我们去算那个不是等于零的，那这样才有意义嘛，对不对？好玩的是大部分都是零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从对称性上面来看，我们要是能够或者是从某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它的端倪呢，以后我们做事情呢就比较方便。那这个就是 selection rule 本身的意义存在。 OK， 好，我们来看看。假设 if假设呢，有个 omega， OK， omega 呢跟你的 Hamiltonian perturbation 的 Hamiltonian 它本身是 commute， OK， 这个是什么 perturbation， 对不对？
这是什么？Dynamics variables。OK， 一个动态的一个变数。假设它本身 commute，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发现一个好玩的东西。比如说呢，我们啊来做这件事情。写白话一点，假设这个时候呢，你找到这个 dynamic variable 本身的一个 eigen function， 大欧米伽相对于小欧米伽。OK， 这个是 dynamic variable 的一个 eigen function， 然后对这个 perturbation 加起，它告诉你，假设这两个不一样，它一定是零。假设这两个一样，它一定是零，要不然的话，它可能呢就不是零，你就要计算。但有可能计算完它是零，不过那是因为计算完它是零，而不是它本来就该是零，也不是说从对称性里面判断就会是零。好，那我们怎么知道有这么好玩的东西，有这么棒的东西？我们来证明一下。OK， 这个证明的非常非常的简单，因为啊，我们现在找到是这个 dynamic variable 跟 H plan 的，它是 commute。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我们的零嘛在这边，我们两边把它夹集起来，左边夹上 alpha 2 omega 2， 右边呢？把它加上 omega 1 omega alpha 1 omega 1，反正零嘛，你两边怎么加集乘积还是零嘛，对不对？那中间是什么？就这两个乘积之后呢，我们把它展开来，是等于这个样子。所以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零呢的这个等号右边会有两项，第一个就是前面你加集前面，后面第二个加集后面。 OK， 加集前面的我们写慢一点好了。 OK， 然后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让这个 alpha 呢对这边作用，让这个 alpha 让这个 omega 对后面作用。 OK， 因为呢前面这个呢 eigen function 是 omega 的 eigen function，所以呢我们作用，因为这个 Omega 紧贴着右边嘛，我们让它先对后面作用，这个 Omega 紧贴着前面的 bra， 我们就让它呢对着 bra 作用，那我们就会得到这个一作用完它就等于 Omega 2嘛， Omega 2是实数啊， Eigen value 本身就是实数，所以你有没有 degree 都一样，对不对？所以它就 Omega 2里面就是什么 Alpha 2 Omega 2，对不对？第一项就变成这样，第二项呢，这个一作用完就变 omega 1，我们发觉啊，后面这一项完全一样，所以前面这两个就变成 omega 2减掉 omega 1。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不要忘掉这个等号的是等于什么？等于零呢？等于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假设 omega 1不等于 omega 2，哦，弄错了，这边要不等于，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其中的这个 alpha 这个后面这个它要等于什么？什么时候等于零？假设 omega 1不等于 omega 2，这两个减起来绝对不会等于零，但是等号一定要等于零，那谁等于零？就只好等于你自己本身这个等于零，对不对？所以它就会等于零。if omega 1不等于 omega 2。 OK， 那要是说 omega 1等于 omega 2呢，它乘起来就是零了，
那么我后面这个数字可以是零，可以是非零。OK。各种可能性都有，那么我们只要专注那个就好了。那么至于说谁会等于零的，我们一判断呢就可以判断得出来，那就很容易的，对不对？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啊把前面的那个谁的群弱呢，我们就把它搞清楚了。好，我们来打一个比方来看。For example， 如果 perturbation 的 Hamiltonian 是等于 lambda z，OK，而且呢 ，omega 呢大 omega 是等于 lz， 那我们就晓得这个 omega 本身的作用是要在 lz 上面做旋转，以 z 轴为轴心，那么这个 z 呢，在这个的下面，我们就晓得它是一个什么 ？z 是个 operator， 是个 invariant operator under rotation， 它旋转上面是维持不变的。OK， 不过当然了，这个时候要求转轴一定要在 z 轴上面，不是 z 轴它就会改变了。OK， 好，我们假设它是这个样，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来看看它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可不可以同样的做法把它做下来。比如说呢，我们呢就按照这边的同样做法，因为我们先看看 Omega H prime 是不是等于零，是不是，是那就对了，不是那就麻烦了。那我们发觉它是不是，假设你把它转到极坐标、柱坐标 ，z 是不是正比于 partial partial phi lz， 对不对 ？operator 嘛，前面的这些系数项我先不管。那这个就是 z 啊，对不对？因为在我们柱坐标是 rho phi z， 那么这个呢，它是 partial partial phi， 不管是极柱坐标还是球坐标，那这个是 z， 那这两个作用起来呢？摆前摆后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只对 phi 微分，根本就不对 z 微分，它对 z 看起来好像常数一样，所以呢这两个乘起来是不是等于零，是不是 commute， 是 commute。 OK， 了解吗？了不了解？不了解你就自己做一次好不好？好好好，看你们好像都没反应了，这个叫 homework。 OK 大家回家做一下，好，两行而已啊，就做完了。OK， 好，起码你们要回神一下嘛啊！哦，好像都想到便当的时候，好像都没有上课精力了哈。OK， 好，那我们再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等号呢写在这边，然后呢两边呢对着 omega 的 eigen function 把它加起，所以呢 omega eigen function 会有 alpha two omega two。OK， 然后呢？啊，现在呢就不是 omega 2了，我们可能是 m 2啊。因为 lz 只对 m 嘛作用嘛，对不对？前面那些 index 叫做 alpha， 管它的，通通把它丢在这边。所以呢，它就会等于两项。OK，
前面这 LZ 呢在前面，所以呢对它作用。后面这个 LZ 呢在这边，所以对它作用。那我们叫 LZ 呢对它自己的 eigenfunction 作用会等于 MH 八，对不对？所以呢很快的这个会变成什么 M2H 八。那这个会等于 M1H8。 我们发觉对 perturbation 来计算它的 matrix element 呢，这两个完全一样，只有前面这边有一个 M2 一个 M1， 所以是等于 M2 减掉 M1 的 H8 乘上对不对？那这样子呢又恢复到这个地方一样啊，很像啊，这个一定要等于零，我把零写在这边。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后面的这个会怎么样？等于零。什么时候一定要等于零？当这两个减起来不等于零的时候，它一定要等于零。所以这两个减起来不等于零，就成 M1 不等于 M2。 但是当 M1 等于 M2 的时候，减起来一定等于零，那后面这个呢可零可不为零。 OK，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应当是要怎么样。所以当你在求这个的时候，比如说求这个，这一求呢你就知道它跟着，你要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它跟着 LZ 有没有 commute， 假设有那就很好办了。那么这两个要是完全一样，你就要算，假设两个不一样那就一定等于零，对不对？那我们要注意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在计算 start effect 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有的东西呢还要看看它的 parity 啊，它到底是怎么样，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在计算 stack effect 的时候呢，你是在沿着它的方向加一个一，那一要乘上一个具体的方向 OK。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用了 lowering operator 跟 rising operator 下去作用，你发觉它一定要岔开一级它才会不等于零，其他通通等于零。好吧，那这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 selection rule， 它要告诉我们一个结果。OK， 好，那我现在呢，本来预备了很多章啊，我因为时间的因素啊，我先暂时把它讲到这边。OK， 没有要下课啊，你要买便当也没那么快啊。OK， 好，我们现在来讲一个好玩的东西啊，讲一个好玩的东西。这个讲完之后，我们再讲Degenerate perturbation， 然后我们今天就结束。OK，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好玩的。那这个部分呢，你们课本写的非常的清楚，香凯写的非常的清楚。我建议大家呢，回家好好的看香凯一下，把它整个把它看完，因为它所有的东西并不才差不多两个page而已吧。好，我这边讲完之后只剩下两个 page， 请你们回家看一下。OK， 在一个平面上面，我们这边呢
有一颗电子啊在绕。OK， 假设这个半径呢到了，它在这么绕。那么假设只是这样子呢，那我们哈密托尼亚就很容易写了。哈密托尼亚本身就等于二缪分之一的什么 P phi 平方，对不对？它只有它的动能嘛，动能就只有旋转的这个动能而已啊。那 P 呢是在 phi 方向的 P， 缪呢是它的什么 reduced mass， OK， 或者就是它的质量，没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将这个整个的展开来啊，它会等于这个样 ，OK， 好。或者呢，你喜欢的话，你就把它写成为 LZ。我们把它写成为 LZ 是什么？角动量，角动量是怎么半径乘上线性的动量，对不对？它会等于负 IH 八 partial phi。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的 Hamiltonian 呢，可以进一步的写成什么样？二缪 r 平方分之 lz 的平方，可以写成这样。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解呢还不简单，它允许的微方旋呢基本上是可以写成这样。OK， 它的 eigen value 呢 mh 八，对不对？哦、oh, no， 这个是 eigenvalue of LZ 而已哦，哦，它整体还要再除以这个东西，所以应这样子写，提示大家一下而已。OK， �H 八，那我们晓得这个东西既然是旋转的，它转360度回来。应该跟原来的状况一样，我转两圈转了720度回来也跟原来一样，所以这个是永远要求的嘛。所以呢，你一定可以加上什么东西，加上一个要求，就是当它转了二拍，一定跟原来还没有转的时候怎么样要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一带进来啊，这个 M 呢它就有某些特殊的 n 才存在。 OK， 它一定要这个样子。所以这样一来呢，这个是第四个式子，这是第五个式子，它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系统的 EM 可以写成 m 平方 h 八平方 over 二缪 r 平方，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 OK， 这是第六个式子。好，这个看起来就这个样子。假设我们现在做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做一件事情，我们呢、啊、做一个螺线管，无穷长的螺线管，那就代表一件，当我们通了个电流之后呢，这里面会有一个什么呀？会有个磁力线。假设是这样，那这磁力线因为它是密闭的嘛，所以它跑出去之后一定要从很远的地方回来到这个地方，也就是说磁力线呢在这里面的密度是很大的，它的外围密度啊非常非常稀。为什么非常稀？因为它有无穷大的空间可以让它回来，所以相当于呢外面的磁力线啊稀到不得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假如说呢我们放了一颗电子啊在这边，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什么事。简单的是说，这个电子在跑的时候呢，假设要跟磁力线作用，我们只有 Lorentz force 嘛，根据古典只有 Lorentz force。 那 Lorentz force 也就是说，假设我这个电子在这儿跑，假设一个 Q 啊 OK， 那么我有个磁力线，假设磁力线是朝下，告诉我它受了什么力量， V cross B 应该往内，对不对？但因为它电子是带负电的，所以就变成往外，那往外有个 Lorentz force FM， 对不对？假设 B 趋近于零呢，发生什么事？这个 FM 呢就等于零嘛。那基本上对这个东西而言，你磁力线只在这个东西里面，你说外面它要回来没有错，我有无穷大的空间让它分布啊。假设这里面我画成五条，画成六条，一二三四五六，哇，这里面好密啊。那你告诉我出来之后呢，左边分三条，右边分三条，但事实上不是的，它是一个立体的六条要这样回来。你告诉我一下，你分布到在这个地方分配到几条？几乎是零的，它是无穷大的空间让你分配。所以在古典里面，这个电子跟里面这个一点作用都没有，对不对？但是量子力学却告诉我们说，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为什么呢？为什么？原因很简单， B 只有在里面，外面几乎是零。但是你去看 A 的时候呢， A 可是什么地方都有， OK。所以这个就是它最大的不同。但是 A 呢却不为零。 OK， 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差别。假设我们 B 是朝上，你告诉我它的 A 在哪边，A 就是沿着 Phi 的方向。我们发觉 A 呢跟这个电子的运动的这个 Phi 呢完全 match， OK， 当然我是选择这个分量来看嘛，完全 match 啊。那么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时候呢 A Phi 可以写成为 Phi 二派啊。这个 Phi 是什么？通量， OK， 这里面的通量 B dot A，假设这个有一个半径 A， 那这个是 B， Phi 呢等于 B 乘上 A， OK， 就是这个样。那其他的 A 肉等于零， AZ 等于零，你看我们就用柱坐标， OK， 肉 Phi Z 只有 A Phi 的时候存在。那么这个时候 A Phi 不等于零，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在右边那个状态的时候，我们海米通量就不能够写成这么简单的一个形式了，我们必须把 A 加进来。这个呢只是它的一个很线性的一个运动，对不对？很线性的一个动量，我必须要把这个线性动量变成为在磁场下面的动量。各位记得磁场下面动量怎么写吗？这个时候海米通量就等于 1 over 2 mu，对不对？然后 P 平方， P 会等于什么？ P phi 线性的没有错，完全不变，减掉 C 分之 Q 的 A phi 的平方，我们就必须把这一项加进来。这个我把它写成原来的好了， OK， 我们必须要由这边来思考，这样才不会有问题。那这样来思考就很简单了、啊、这几个呢通通把它展开来， OK， 让 P-Phi 呢 P-Phi 等于负 IH bar partial partial Phi， OK， 把它丢进去运作的一项，那你会等于 H bar 平方二 mu R 平方 partial partial Phi，
对，这个要除以一个 r， OK， 那它就会等于这个减掉 i q phi 除以二派 h 方 c 的平方，我们就会得到这个式子。好，就会得到这个式子。我们把这个叫做第七，这个叫做第八。有了这个式子之后，我们就很快就发现这个跟原来的其实是差很多很多的。本来呢，这里面呢，我们哈密托尼亚写完之后在哪边？在这儿。现在那个展开了之后还蛮复杂的，对不对？我们可不可以稍微待会我们要展开。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呢，我们最后面能不能想办法把它写成一个类似 H0 再加上 H Planck 的形式，但目前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容易，来，所以我们要稍微做一下变换， OK。 好，不管怎么样，最后面我们一定是求取这个东西，对一个time independent coordinate representation 的 Schrodinger equation， 它一定要吻合嘛，对不对？这是第九，它一定要吻合这个。好，我们把它带进去，我们看看我们求出来的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把第八式带到第九式子，对不对？这就是带进去的结果。OK， 现在我们来做个变数变换。OK， 我们变数变换，我们 let 一个叫 proceed 的这个东西呢，它是等于原来 phi equation 等于负 i q chi phi over h bar c， 我们把它想成有一个 equation 是这个样子，而且其中呢 chi 的 phi 啊，可以写成。可以写成这个样，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常数。OK， 好，那有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呢把这个第十一式带入第十式里面，整理一下，我们就会得到这样。我们可以得到第十三个式子，哦，这个是第十二。OK，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这个式子一看，哎呦，不是跟这个式子长得很像吗？在哪边？不就是这个吗？这个本身对着，我把这个写一下，它是不是可以等于一个负的 h 八平方二缪 r 平方？partial 平方 partial phi 平方对着这个 phi m 的 phi 等于 em phi m 的 phi， 对不对？你发觉这个式子跟右边那个式子完全一样，我只是做个很简单的变数变换。那么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说 OK， 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 perceive phi 啊跟前面还是要很像，我应该很像的这个解，只是这个 m 呢，我用 m plan 来表示而已。OK， 所以这样一来呢，最后啊，我把14个式子带入11个式子，14个式子带入11个式子。OK， 我整理一下，我就可以得到这样子。
我可以得到这样。 OK， 这个是他求出来的解。然后我们再带同样的，他绕一圈绕回来，在这边的解跟原来一样，绕两圈也是一样，我管你绕 N 圈。他一定要这个样子，那么这个时候呢，你马上就可以告诉我们，他可以写这样。你看看，他这边大家都有 I 嘛 ，I 可以提出来，对不对？大家都有 Phi 可以提出来，是不是？这本来的这一边的 M 要等于零正负一正负二，对不对 ？M 是什么？这个 M 前面是 I， 后面是 Phi， 这边也是前面是 I， 后面是 Phi， 那中间的这一大串的东西要等于什么？零正负一正负二，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对不对？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可以把其他的统统求到。OK， 就可以这样一直下去了。我们发觉呢，这个时候你得到的不会只是原来的这个 energy 而已，不会只是原来的这个 energy 而已。你看看这个，我把它平方起来，是不是其中有个是 m 平方？是不是 m h bar 平方 m 平方除以二派密瓦平方？它还后面还有修正项，我们用这个简单的方法，修正项马上就可以把它做出来。来，要不然你就用 perturbation 下去算，你同样的可以把它算出来。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事情没那么简单，纵使外面没有任何东西来干扰你，你还是一样会有影响，对不对？这个呢，我们叫做一个什么，这整个的效应啊，我们有个名字叫做 a Horonoff Born Effect。OK， 这个是非常重要。假如说呢，我们要是仔细的去分辨它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一件事。假设我们现在谈的不是这个它这样子旋转，而是指我一个电子跑过去的时候呢，我沿着右边绕到对面再走，或者我沿着左边绕到对面再走，它告诉你这两个结果是不一样的。以古典眼光来看，根本就没有东西跟你作用，但是以量子力学它告诉你它会有很重要相差。 OK， 相差是什么意思？这边看不出来，但在很多地方它相差就会呈现出它很重要的物理特性。 OK， 假设这个部分各位不太想要看详细一点，都回到这本。 OK， 这本 Griffith 呢，你看的大概很快哈，这整本书这几个章节看完大概也花不了多少时间，那大家呢就可以有一点理解。好 ，OK， 时间有一点超前，很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来思考一件事情。假设我们前面讲的这些，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呢，都有个特点，就是它每一个 state 都没有 degeneracy。什么叫 degeneracy？ 就是有两个同样的状态对应到同样一个能量。你假设有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很严重的事情。你看它能量的第二个修正项，它分母的地方是指假设你对第 N 个 state 感兴趣，你要 sum 一个 N state 以外的，那你就等于 EN， 这就是你这个 state 本身的能量减掉其他的 state 的能量，
但是毫时不待，其中有个 state 的能量跟你一样，你就自己的能量减掉自己的能量，分母变成什么？零，彩虹大脑，那还有什么戏唱？对不对？你很难找到一个系统呢，它里面完全都没有 degeneracy， 太难了嘛。你氢原子能阶来讲 ，S 等于零，没有 degeneracy， 对不对？但是其他的呢 ？P 有没有？有。D 有没有？有。哇，那你不是鸡飞狗跳吗？那时候怎么办？我们怎么来处理这种有 degeneracy 的状态 ？OK， 好。这个部分抄好了吗？我准备要把它擦掉了，这边可以吗？可以吗？可以了哈，好。哎，我记得我有几个作业啊，我待会儿呢弄一弄，我交给文宏，文宏再发给大家，好不好？大家回家就可以做一做。我从这 Griffith 啊里面找几题简单的题目哈，你可以玩一玩的，玩这个 perturbation。没关系，我待会儿给文宏，我再请文宏传给大家。好，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同样的，我们哈密托尼安可以写成哈密托尼安零，再加上哈密托尼安 prime， 这边完全一样，对不对？我们跟隔壁的完全一样。那我们哈密托尼安对着 n。要等于 EN 对着 N， 这个也一样，我把这个叫第一个式子，这叫第二个式子。 OK， 那么我们现在呢想做一件事情，跟这边比较不一样，这边是说把它弄成修正项。 OK， 能量也把它变成修正项，但是呢这样子一来呢，我们这边立刻就出问题了。OK， 这个分母呢在有 degeneracy 的时候，它会有其中一项呢是等于零的，它就发散。同样的道理， AN 也有同样的情形，它也会发散。大家知道分母有这种东西的都会发散，都会有一个项呢刚刚好 degeneracy， 不同的状态，但是能量是一样的，所以它都发散。所以我们现在呢要用另外一个简单的做法，我们来做 LAND N 呢，我们啊把它呢对 NI 对 I 零呢把它展开来，所以我们这边是不是 summation I ANI， 对不对？这个把它写成蓝色。假设我们知道这个就可以了，是我们第三个式子。当然了，有零的这个我们晓得是什么呀？是没有 perturbation Hamiltonian 的作用，所以它已经是 Hamiltonian 零对着 I 零作用完之后会等于 EN， 先把它写完再说，一定是这个样子，这样子就可以跟前面的符号啊还蛮吻合的嘛，对不对？第四个式子，唯一的差别是第三个式子，我们这边直接就要处理。好，我们把三呢跟一呢，把它带到第二个式子里面。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把它带进去。带进去的时候，
哈米托鸟在这边会顶这两个相加，所以我先把它写哈米托鸟零，哈米托鸟 plum。OK， 对着 n 就是它。对不对？要等于 en， 后面一样是上。这样子 ，OK， 它一定是等于这样。好，我们把这个叫做第五个式子。第五个式子呢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对着其中的某一项，你看这边sum都是sum怎么样？原来没有 put 这个 它的 eigen value， 它的 eigen function， 这边是有 i 项 ，i 可以等于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直到无穷大。假设我们现在对着其中某一项叫 DK 项 ，DK 项，我们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把第五个式子呢放在这边。那我们可以得到什么东西？OK， 这是 K 0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干脆一步一步把它算完。好，我把 K 0写在这边。那里面是这么多。所以有一项是这个，有一项是这个。我把这一项跟它呢先集合完放在这边。Hamiltonian 0 Summation iA N I I 零，第一项，再加上第二项，对不对？后面是 H prime Hamiltonian prime summation IA N I I 零等于这一整项 E N 可以提出来，闪避选在这边 ，A N I 在这边。那我们 A N I 它应该是一个系数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把它通通加进去。所以我们 E N 呢可以提出来。summation i ANI 也可以提出来，这样子。这个比较简单，你看看，因为这两个有零的，就是原本没有 perturbation 下面的 Hamiltonian 的 eigen state， 本来就互相正交嘛。它要等于不等于零的时候，什么时候不会等于零？当 i 跟 k 是同样的时候才不等于零，其他通通等于零。但是你 i 你要加很多，你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直加一直加，加到 di 呢某一项变成 k 项了，那它才成立，它才存在，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右边呢形式就很清楚了。好，所以我们等号写在这边，那右边会是什么？ EN 是照写嘛，他现在告诉我 ANI
有很多，但最后因为后面只有 I 等于 K 的这一项会存在，所以这会变成 ANK， 对不对？只有 ANK 出现而已。K 啊，我会给它 highlight， 只有它会出现。OK， 好，那这边会变成什么？这边呢 ，summation I 跟 ANI 都跟 HD 没关系，事实上我可以整个提出来。对不对？我可以提出来，比如说 summation i， 我这边稍微当做超高值计算一下。里面是什么 ？k 零 ，hamiltonian 零 ，i 零 ，hamiltonian 零 ，i 零不就等于一 ，i 吗？零，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不是又可以等于 summation i a n i？一 i 零，后面是 k 零 i 零，哎，怎么又有一次了？所以代表这么多 sum， 只有当 i 等于 k 的时候会存在，其他通通等于零。所以 i 换成 k，i 换成 k， 所以第一项会有 a n k。哦，这个把一写在前面，好，我把一也写在前面，是不是变成一？K， 再加上 A N， 啊 ，A 是用蓝色。对不对？我们第一项是这样子，再加上第二项。第二项在这边，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有个麻烦是说是 h prime， 那但是这个却是 h 零的 eigen function， 所以它作用在它上面，你也不晓得它变成什么东西，我们只好保留。所以这个 sum 呢，跟它没有关系，跟它没有关系，整个可以提出来。ANI。ANI 对不对？那里面是什么 ？K 零，我们现在 K 通通给它给黄色。对 ，H plus 后面是 I 零，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 ，right？ 所以我们看看这两项很像啊。ANK 非常像，然后这个 summation， 我把 summation 留在右边，其他的也移到左边来，然后再把它变号，就相当于说我等号这边有 EN， 哦，抱歉，后面右边这个上面也要加一个这个 ，OK， 我，哦，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加？这个 EN 没有加，没有加，没有加，弄错了，写太快了，写到以为每个都要加 EN， 对不对？减掉 EK 零，乘上 ANK， 要等于 summation i。A， 蓝色的才对。A N I， 它要等于这个样。OK， 这是我们第六个式子。好，到这边之后呢，看起来比较复杂。那我们现在呢，假设把我们的状况简化一下，简化一下。If there are only two degenerate states，
degenerate state， 两个而已。P Q state， 假设只有这两个 P 跟 Q， 它们对应到同样的能量。OK， P 跟 Q 对应到同样的能量。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也就是说我们有两个 state P 零 Q 零，它们的能量是一样，他们两个能量是一样，这个才叫 degenerate， 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看，我们就干脆把我们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这边是 sum i 啊 ，OK，i、okay, 你要是 sum 到某一个地方 ，sum 到 p，sum 到 q， 那事实上这两个 state 它的能量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再来重组一下我们的 LED， 有一个状态叫做 P， 有个状态叫做 Q。假设这两个呢是有两个排列，是由谁呢？是由原来的 P， 原来的 Q， 没有 perturbation 时候状态，不就等于说没对没有 perturbation 状态，但是这两个是。Degenerate， OK， 那我这个地方也可以用同样的，它前面啊可能是某些系数 PP PQ CQP CQQ， 我用这样子来表示 OK， 好，这样表示呢，我们现在紧接着要干嘛？紧接着呢，我们看看，假设是这样子，那么我们要是从上面的，我看看哈，上面的式子的时候，它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而且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let， 同样 let，k 呢等于 p， 假设先从这个开始 ，k 等于 p，k 等于 p 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子。OK， 第一步 ，and then， 然后紧接着再做下一步 ，k 要等于 q。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得到两个式子。OK。抱歉，这个是 P， 加上，你就把它带到上面的那两个式子里面整理一下，你就可以整理出下面这整个式子 C P， 这个要黄色，
OK， 这第一个式子，假设我们把 K 代成 P， 假设 K 代成 Q 呢，我们可以得到下面这个式子。OK，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两个式子。OK， 这两个式子我们发觉呢，相当于这边有两个系数 ：CPP、CPP、CPQ、CPQ， 它们各自有各自的串的系数，要等于零。所以这样唯一的它能够有解的就是行列式，要等于零。第一个行列式是在这边。OK， 它一定要等个零，看起来蛮清楚的。好，然后呢，我们就直接把它展开来了。这一展开之后，你要往你，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到底这会得到什么东西？我们从最原始的这边呢，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有个哈密托尼，我们一直很想要知道，就是说它这个是 perturbation， 那这是完整的哈密托尼。完整哈密托尼 ，En 等于多少？这是我们很想要知道的。它的 n， 爱根方选等于什么？那么在这里头有什么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呢？有这个 EP， 是不是就可以知道了 ？EP 在这儿，这个是我们要求的。我把它圈圈圈圈圈 ，EP 是我们要求的，圈圈圈圈。EP 零呢？这个是当没有 perturbation 时候的 eigenvalue， 这已经知道了。这是 perturbation 的 Hamiltonian， P0 呢是没有 perturbation 时候的 eigenfunction， 所以这也知道了，所以这个可以计算，这边也都是可以计算，这边也都是可以计算，这边也都是可以计算，就相当于这个式子就告诉我们，现在在有 perturbation 的状态下面，针对这个有 degenerate state， 它的 energy 应该是等于什么？算一下，我看看，哇，好复杂！我看看，我能不能快速的把几个步骤跳过去？怎么不见了？
从这边呢你算呢可以算到一批，对不对？可以算到一批。你不要忘掉一批零跟一 Q 零这两个是一样的，所以请大家务必要记住，因为他们两个是什么 degenerate。OK， 好，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的 EN 呢，最后的 EN 会等于 EN 零再加上二分之一 P， 好，明超念 P 加上 Q。Hamiltonian Q 正负两项，可以写成这个样子。所以这样一来，他马上就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能量呢，本来他们是同一个能量。也就是说，我来这么画，本来能量呢 ，EP 等于 EQ。OK， 然后下面是哈密托尼亚。OK， 当我们呢？微扰一加进来之后呢，它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一个 ，EN 呢本来是原来的，对不对？它要呢去计算这两个 Hamiltonian 对着这两个 degenerate 夹击下面的算出来的值，相加除以二，出一个中间值。之外呢，它会岔开来，一个往正，一个往负的跑，跟这其中的值有关系。也就是说呢，它呢。本来只有一个值，现在呢就分开来了。 OK， 也就是说在纵使你有 degenerate， 纵使你有 degenerate， 那我们的 perturbation 会把你的 degeneracy 呢破坏掉，让它整个岔开来。 OK， 好，所以呢纵使你看，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对一个 D D orbital， 本来呢它是一个，一个里面其实有五个 state， 所以我们画呢就画成五个 state， 它是 degeneracy， 但是在外面磁电场的作用下面，它就分裂成上面两个下面三个，它就这样分裂开，这两个 degenerate， 这里面有 degenerate， 就类似像分开的。假如说我再给它一点点旁边的那个八面体啊，一点点形状稍微改变一下，又让它不对称了，哇，脸都歪掉了。它可能呢又会什么分裂成两条，这边可能分裂成一条，分裂成两条。OK， 它会一直的把你 degeneracy 一直的怎么样分裂开来。所以紧接着呢，在你们的课本相开，或者是在你们的大学部用的那本量物，或者是 Griffith 这边呢，啊，你随便找哪一本，他就开始讨论 hydrogen 的 fine structure。Hydrogen 的 state 不只是很简单的 state 而已， OK， 那它也不是说 1s 2s 2p 3s 3p 3d， 它没有那么简单，因为 p 还会再分裂， d 还会再分裂，所以呢它在那个大条的线这边呢会分出很多很小条的线出来，所以这下子呢你的这个 transition 呢就看到很多 fine 的 structure， 一条线你解析度好一点的时候里面可能是两条线，可能是三条线， OK， 这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呢都可以从这简单的地方出发，让大家看得到。所以那个部分呢，我请大家下去计算，啊，自己下去算。
那我们呢，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就把它很快速的来看害羞犬，在一个磁场，在一个电场下面，它的行为是怎么样 ？OK， 我们很快速的来看。我从这一边。原子 n 等于2的这个 level、我们要考虑 n 等于2这个 level、okay? 所以呢，第一件事情，我们第一个式子照样的存在、okay? 这是第一个式子。那 H0 呢、这边暂时先把它拿掉一下，需要我们再把它写回来。 OK， 我们来写一下 H0 是什么。H0 对氢原子而言呢，它只有什么呀，动能项再加上中心立场，只有这两个，对不对？好， H plus 你在一个外加电场下面，所以它可以写成一个什么 exponential 电场乘上位置。假设呢，加的电场方向是沿着 Z 方向，那电场乘上 Z 就等于 potential 了，对不对？但是呢，对中心立场而言呢，我们不喜欢这个坐标系统，我们喜欢球坐标，所以我们把它转换成为球坐标系统 R cosine theta。 OK， 我们这样子写。所以这是我们第二个式子，这是我们第三个式子。 OK， 好， N 等于2呢有什么 level？ 对于我们一个这个是什么 ？n 等于二有什么 level？ 其实这样子写不好，我应该就是什么呀？二零零，它有什么？第一个是这个 level，n 等于二嘛，对不对 ？lk 等于零 ，lk 等于什么？一 ，lk 不等于二，不写 ，l 只有零跟一而已，这两种，因为 n 等于二，所以 l 只有，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换成为。NLM N 是 L， 2的是 L， 这可以0跟1，但是呢 L 等于0的时候 ML 一定是0， L 等于1的时候 ML 可以是1零负1，所以有1零负1。 我有这四个 state， 这四个 state 呢它是 degenerate， 在氢原子的时候OK， 最简单的状态下。假设我们仔细看的话，这个呢 ，equation 上呢，它是个 odd function， 它是个奇函数。OK，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它？待会我们把它丢进去看看，我们就知道。OK， 那假如说呢，我们来看的时候呢，我们会发觉一件事情。OK。等一下，要找一下我眼镜。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一下，我们最后面呢，就是希望能够知道它的一些修正项会是什么，就像右边这一大串。不过这边只有两个 state 啊，而不是 n 个 state。n 个 state 要类似这个样子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从两个 state 你可以看得到，最重要就是我们 Hamiltonian perturbation Hamiltonian 前后要先被这些原来的 state 所夹起，对不对？你看看第一项是什么 ？P 跟 PQ 跟 Q 夹起，下面呢 P 跟 PQ 跟 Q 之外还要再加上个交互项的夹起 ，right？ 所以呢，我们这边呢就要了解我们可能有几种状况 ，OK？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了解怎么样，二 L plus
M plan， 对一个 perturbation 的 Hamiltonian， 那后面呢是二 L M， 这个加起看看它会变成怎么样。我们先了解这个 matrix element 的一些行为，那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啊来计算。OK，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先看看第一个啊，不想擦，但是又好像不行了，好吧，先把它擦掉。OK， 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现在算200 exponential epsilon r cosine theta 210。 OK， 它会变成什么？这个夹击啊，跟你把它颠倒过来，我们发觉啊，它会是一样的。 OK，那我们看看，我们来计算一下这个，这两个都是常数嘛，可以直接把它提出来，是不是 epsilon？ 对不对？我们可以写成这样。那假设你把氢原子能阶呢的这个 equation 直接来用，要不然你就把它换成你要的 operator。OK， 那也可以来作用后面。好，那我们简单一点 的做法就是 E epsilon 放在这边，那我们呢就把它的 wave function 呢，我们回到最古典的方式来做，那最简单的 coordinate representation 来做，我们就可以了解它的一些行为。OK，夹击本来就是把两个 wave function 啊对着 r cosine theta 把它夹击起来，其中一个 r 呢放在这边， cosine theta 呢摆在后面，它就会变成这样子。经过计算之后呢，很快速的会变成 3A10， 我们发觉这个是存在。 OK， 这个是存在，所以这样一来呢，它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它可以有很多，因为有四个嘛，对不对？所以四个呢，它可以自己夹自己，等于说可以200夹200，你发觉它是零。200夹210呢，你可以得到3A0 exponential epsilon， 另外一个也一样，自己夹自己通通是零。那其他项呢，因为对称性的关系呢，我们发觉它也是零。 OK，那我们呢 H plan 呢就可以算出来。我们发觉这个呢重点只是在这边而已，两个 state 就好像那一边一样。那这样子一来呢，我们啊从这个地方呢就可以计算什么，负的一第二个式子，负的一第二个修正项，要等一点。 OK， 假如说你把它摆到第一个修正项去，类似这边的这样做法的时候，你发觉它自己全部 都弄掉了。其实你也不要管它第几个修正项，你就把它摆着就对了。基本上呢，学习右边的这个方式，很快这个一计算呢，一 to 二呢就等于正负三倍的 A0 E-Epsilon。 OK，我们发觉一件事情，对这个 P 而言呢， P 它本来是说这四个能量都一样，四个能量都一样，但它现在呢，因为在 Stark Effect 下面呢，本来是一样的，这边有200 211 210 21-1， 现在要分成两个，一个呢是在原来的能量再加上三倍的
A01 M 选，另外一个呢，在原来的那要减掉三倍的 A01 M 选。OK， 它基本上就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当然，现在我问你，它岔开了之后，这个是谁？这个是谁？是他吗？还是谁要岔开来？请你们回家自己分析一下。OK， 这个地方呢，有任何不懂的，请你回到课本上面去看，因为课本写得很清楚，我这边就不想要讲太多。那你们回去呢，好好翻一下，啊、哦，它不会太困难，你只要把你的 idea 搞清楚，慢慢一步一步做。OK， 有没有什么问题？